动态 T600 运动版预售价格曝光，推出九款车型。众泰汽车官方日前宣布，旗下新款 T600 运动车型的预售价格为9万元起。据悉，新车将于9月28日上市，届时将会推出搭载 1.5T 和 1.8T 两种动力共计9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。外观方面，新车基本沿用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造型。在外部配置方面，新车标配了天窗、18寸轮毂、 LED 日间行车灯、前雾灯、大灯自动开启、行李架等。在车身尺寸方面，众泰新款 T600 运动版的长宽高分别是4648乘以1893乘以1686，轴距为2807毫米。内饰方面，该车同样采用了现款车型的布局风格，但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调整，如换装了新 logo 的三幅式平底多功能方向盘、新样式的挡把等。内部配置方面，新车全系标配四项调节方向盘、皮质座椅、自动空调、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、前后中央扶手、一键启动、多功能方向盘、皮质方向盘、12伏后备箱电源、后排双 USB 插口。